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周洪波为什么站在这里啊？不知道。他帮四年级的学生抄作业，还收人家的钱。周洪波，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多么的恶劣？你两把醒酒带来。那球不是讲给我的吗？谁来讲给你的？你拿不拿？我不拿。不拿，站住。到底是不是你扎的？真不说。